那么多天了，为什么没有醒来？是这样，大脑皮层是神经中枢，通常受损以后需要在休眠中自我恢复。多久可以醒来？这要看病人的恢复能力。之前案例的平均醒来时间，最长跟最短分别是多久？平均时间我们没有考证过，但是大脑神经受损是很容易出现植物人的。你到底要霸占堂妹的身体多久？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的演技很好，唐蜜的所有习惯都模仿的惟妙惟肖，但是你不可能知道唐蜜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。她也许会害羞，但绝对不是尴尬以及冷漠。